大家好，欢迎收看《影投资》，我是 Josephine。 今天我就来到了我们位于珠海湾仔市区的这个位置，今天就带大家看看双隧藏龙湾这个项目。听说近期它加推了六栋可以望到江景的一些靓单位，事不宜迟，入去了解一下。今天就请到了我们这边的萧冠阿雄跟我们讲解一下我们现在双隧藏龙湾这个项目的。好啊好啊，大家好。那我们首先看我们项目所在的位置先啦。我们现在可以望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在蓝色方位这个位置。咁項目咧就雙隧集團開發嘅一個高端系列，雙隧藏龍灣系列嘅藏龍系列係我哋開發商嚟講做得最高端嘅系列，無論係從用料同埋再同設計同埋啲選址方面都非常之重要。咁我哋揀嘅呢個地咧就係成個珠海市區比較貴嘅一個地啦，江邊母親河一江兩岸濠江邊嘅最後一個土地資源，濠江嘅一個景觀。係啦係啦。咁大家都知㗎啦，濠江呢一塊開發咗一段時間冇地嘅，冇任何地塊，呢塊地係高價買翻嚟嘅。咁天然嘅地理位置之外咧，我哋仲享受咗市區嘅繁華嘅配套，同埋成熟嘅配套。咁我哋可以望到嘅就係背山面江嘅，背靠山啊嘛，又靠山，水為財啊嘛，背山面水比較靚嘅風水位。咁咧呢個角度望大片區係屬於珠海嘅向左區，即係屬於珠海市區位置。市區位置咯，係啦，澳門好近喎，咁樣嚟講。咁就背山面江，望到江，望到澳門景觀嘅。咁我哋今次推出一個仲靚嘅湖，佢全睇海，冇任何遮擋嘅。咁我哋望翻下邊呢個角度咧，就南向嘅橫琴自貿區。咁橫琴大家都清楚啦，基本上冇咩住宅賣緊㗎啦，好虛缺嘅。咁再望翻西向呢邊咧，就金灣等物開發區嘅。係啦，咁目前今年珠海嘅市場成交非常之火爆，都係歸翻市區呢個角度多少少。咁我哋望到呢邊嘅一個交通位置咧，我哋就屬於比較靚嘅位置，黃金位置。因為右邊去拱北大概十分鐘可以到拱北口岸，揸車翻昌正橋十分鐘可以到拱北口岸。咁拱北口岸咧係全國最大嘅陸地口岸，佢有一個缺點就係凌晨一點會關閉。係。咁咧，所以政府開發咗新口岸青茂口岸。咁已經全部完工噶啦，今年七月份亦即係兩個月之後開翻個新口岸，呢個係24小時通關嘅口岸。咁佢早期嘅前身咧就係俾勞工過關凌晨翻工使用。青州嗰度係嘛？係啦係啦，已經基本上全部竣工啦，外牆整得好靚噶。係，今年七月份投入使用，咁我哋就可以面臨住兩個相關24小時口岸夾喺中間啦，非常方便。係啦，咁第三個咧就嚟我哋最近嘅灣仔口岸。灣仔口岸我哋過去大概就10分鐘左右，1公里左右嘅路程。咁灣仔口岸目前係坐船過關嘅，11點左右就會關閉。咁未來會有一條海底隧道挖到對面孖角廟個位置。咁呢條隧道可能需要啲時間，但未來嘅前景絕對靚嘅。有條海底隧道。係啦，係啦。咁第四個咧就橫琴口岸。橫琴口岸咧，我哋翻澳門氹仔方面比較方便嘅。呢邊去到橫琴口岸大概15分鐘左右車程，快嘅話11分鐘都可以到。係啦，呢邊24小時通關，係坐車過關對面嘅，或者揸兩條白車去對面。咁四大口岸夾喺中間位置咧，仲有周圍嘅一個輕軌路網，非常之繁華嘅。從廣州南到珠海拱北，呢個係高鐵站，呢拱北站已經覆蓋咗56個城市，可以到北上廣深、武漢、長沙、南寧以及廣西等56個城市。再從拱北出發嚟到呢個高架橋，嚟到灣仔呢一段之後咧，全部走地下噶啦，就嚟到我哋項目門口呢個灣仔北站。我哋嚟呢個站，第一個站點咧大概300米左右，咁第二個咧就去到十字門站。再第四三個咧就去到金融島、橫琴口岸、長隆站，其中呢一段咧就舊年8月份同埋橫琴嘅新口岸一齊開通咗噶啦，亦即係依家就可以坐噶啦。你可以坐5蚊雞輕軌翻返拱北口岸，再坐70蚊去到廣州南，或者你直接喺廣州南買到灣仔北站，未來會通埋長隆，再到金灣機場呢一段，咁呢個仲方便，係啦，就慳翻咗我哋依家揸車去金灣機場粒鐘嘅時間，縮短更加快嘅行程。咁咧輕軌方面就代表住人流同埋發展空間更大啊嘛，咁未來仲有一條廣州18號線全部完成過嚟嘅地鐵，咁都係往翻呢邊接駁嘅。我都係接駁向呢一邊。係啊係啊，軌道已經起好啦，就等地鐵過嚟通，通嘅話可以提速，呢個軌道可以承受住高鐵嘅一個壓力㗎。係啊，咁再到周圍嘅情況咧，就係港珠澳大橋啦。最重點嘅一個交通，咁係由全程由香港大嶼山嗰塊全程嚟到一個人工島，就係拱北對出嘅人工島。咁呢個人工島咧有兩個出口，有一個喺吉大，有一個喺就我哋項目呢個位置啦。咁上去咧嚟到人工島大概4分鐘左右，全程到人工島，再加多40分鐘就去到香港位置。咁依家香港通咗個，我哋可以直接響香港，如果自己揸車啲情況下，直接落到你呢度。係啊，目前嘅限制咧就係兩地牌車，要香港澳門嘅兩地牌車先可以入到嚟廣東省。咁未來會通埋單排車，
然後疫情好翻轉之後可能就批呢個方案，而家基本上都喺度籌備緊。跟住咧，目前就係未來開到兩單牌車之後咧，從香港做澳門揸兩揸單牌車，全程經港珠澳大橋落嚟廣東省，可以停留半年，亦即係港車北上計劃。會大力扶持緊讀書或者內地做嘢、做生意、貿易同埋經濟嘅來往，希望可以盡快落成。係啊係啊，咁周圍情況咧就我哋周邊嘅配套情況啦，講到細節方面啦。好嘅。配套方面咧就我哋周圍兩公里之內就有華發商都、華發石器城同埋啲街市嘅商業中心。我見大家好齊啊！係啊係啊，醫院啊呢啲都係啊，商業街方面就係已經現成嘅有㗎啦。咁我哋樓下都有3000方左右嘅商業街，都會開翻自己啲商業同埋啲冇污染方面嘅商業。係，咁周圍嘅一個大型商場咧都覆蓋咗。咁比如話翻拱北口岸啊、富華里啊同埋華商都好近。咁之後周圍醫療啦，醫療方面就係三甲醫院嘅2、3所嘅，分別就係香港區地人民醫院同埋呢個富有保健院，同埋呢邊嘅一個拱北醫院都好近。係，仲有一個明德醫院。咁周圍嘅一個學校咧就非常之近，就可以喺屋企望到對面學校嘅一舉一動。灣仔中學呢邊都係主響名校嚟嘅，仲有灣仔小學，仲有呢邊嘅玉紅幼兒園，同埋周圍嘅私立學校、私立公立都可以有你自己選擇。係，咁仲有周圍嘅情況咧，就係景觀資源嘅缺缺啦。嗯，即係啱先講翻個話題，成個江邊只有我哋最後一嚿地。第一排嘅資源係無可複製嘅，第二排、第三排你再起樓再拆遷都可以。但係呢個就賣地塊、賣位置。係啦，係啦。咁我哋就基本上了解到呢個地步啦。咁、我哋望翻我哋項目嘅外形方面，係呢邊請。我哋而家喺咩位置？好，望翻鏡頭。嗯。咁我哋依家望到我哋喺四座樓下呢個商業中心，係啦，呢個臨時銷售中心嘅位置嘅。咁收樓嘅時候咧，就背後係3000方左右嘅臨街鋪。咁咧望翻成個項目嘅大體方位咧，就望山係南向。望江就是東北向，係啦。咁咧有啲東南位最靚嘅景觀單位都今次推出咗啦。成個項目就分為6座高層加3000方左右嘅街鋪，仲加埋地下2層嘅車庫，超出一比一嘅比例。無論係從商業、住宅同埋氛圍嚟講，都非常之靚嘅盤嚟嘅。係咁，我哋望翻一期嘅分佈咧，就係4座、5座、6座3棟嘅高樓分佈。咁4座就高47層嘅3梯6伙，就超高。係啦，呢個5座咧就45層嘅3梯6伙。咁今次新加推咗咧就係6座嘅2梯4伙嘅，就東南位全睇海嘅，係啦。哇！咁呢個就總高31層。咁呢套單位咧就樓王單位143方嘅一個，將近1500尺4房3衛雙套間嘅。基本上個個房都可以睇到海景，冇任何遮擋。係啦，再睇到左邊呢個咧，基本上大同小異嘅，128方，而且1300尺嘅望都係望海嘅東南位，兩個單邊位，采光通風絕對靚嘅。大平層。嗯，大平層。再睇翻我哋依家在售嘅細單位都有。咁我哋5座咧就係呢兩個户型就係望南朝山嘅一個80方南向2房。如果中意細面積投資或者轉手嚟講，都可以考慮80方嘅。上車户型非常之啱。咁左右兩邊咧就係南向大平層112平方，1200尺左右嘅3房2衛。係啦，望翻4座咧就係總高47層嘅，呢兩個都係80方嘅南向2房。咁依家銷售情況嚟講咧，就5座80全部賣曬，4座80仲有32樓以上仲有幾間，所以要嘅朋友就盡快啦。細單位好賣啊！賣曬啦，基本上。咁咧就呢個就125方1300尺嘅單位，呢個就賣曬，一間都冇啦。哇！呢個就冇啦。係。咁4座都有少少115方嘅喺度賣緊，就南向嘅3房。係，咁我哋望翻背後仲有一個比較熱銷嘅户型，就得翻最後2套，一套就44樓，一套45樓，其他全部賣曬。就95方3房2衛，哦，就望望嗰個，係啦係啦，又可以望到園林，又可以望到江景嘅，就比較好賣咯。咁成個盤咧就係大裝修收樓嘅，明年年底收樓，亦即係2022年嘅12月份收樓。呢個係一期收樓嘅時間，係啦，二期收樓時間待定。即係我哋如果買4、5、6棟，就明年12月就收樓啦。係，咁我哋落樓嘅可以享受到啲咩咧？你落樓有一個高9米嘅大堂會所，呢個標準嚟講，係啊，呢個標準嚟講，我哋發展商拋棄咗好多嘢嘅，比如話拋棄咗好多利益啦，你少賣咗2層樓啦，1層樓大概值過好多錢左右嘅。係啊，咁你整9米，你首先入到去嘅感受完全唔同嘅。我哋1樓全部整石材，用料靚，乾乾石材。咁鋪9米嘅大堂咧，你入到去非常之大，好似酒店大堂咁嘅形式，而且要配埋管家服務嘅。我哋有雙大堂，我哋觀察到好多小區。咁咧，你入到車庫咧都係黑麻麻嘅，啲大堂好差嘅。咁我哋地下都整咗好靚嘅大堂。
都會有冷氣嘅。雙大堂跟住加埋九米會所，一樓就整會所、整健身房啲設施。仲有出到嚟咧，就係見到我哋小區佈局咧，就半日式嘅小區。咁樣嘅優勢就唔會話好似其他園林咁整，比如話一座對住一座都係樓梯樓，永遠都係樓梯樓。嗰、那個採光啊，通風啊，採光景觀最大化。系啦，跟住外牆方面用料咧，就完全由北京非常之出名嘅回章師集團設計嘅。跟住內部設計就犀利啦，你可以睇到我哋搭配同埋設計非常之靚，係全世界第三名，香港衰衰啲，亦都係鄭中設計事務所整嘅。哇！係啦，全部都係啲比較高端嘅知名大師。仲有園林就係美國 AECOM 集團打造嘅，其中港珠澳大橋上春晚嗰個設計就係同一個設計師整嘅，所以我哋投入咗好多。咁咧呢度有一座成萬尺左右，即係千方啦，咁台高式嘅泳池，係啦，將近台高，好有特色。我真係未見過我哋珠海其他小區嘅泳池係咁樣。咁你首先入到嚟小區就望到，嘅。首先入到嚟小區就望到一個人工瀑布，即係水位牆嘛，活水位牆嘛。咁咧就係背山面江入到嚟，咁呢個就無邊際泳池，千方仲有台高式嘅，係啦。咁你喺呢度係玻璃護欄嚟嘅，你可以望到就全體海，冇任何遮擋，係啊，暢遊江海嘅感覺。真係呢個園林設計得都幾靚啊！你睇大門咁樣，呢度係其中幾個大門係嘛？其中三個出入口啊嘛，其中南灣大道有一個人行出入口，仲有江邊咧就有一條車行同埋人行出入口，整得好有特色咯。係啦。即係好似人哋啲酒店咁樣，係啦，同埋設計啲元素非常之靚。咁我哋去睇下示範單位。哦，好啊。咁我想問一下咧，呢四座、五座同埋六座嘅價錢有冇出入啊？有出入，因為四座、五座嘅情況咧，目前係剩翻少少貨量啦，就基本上單價去到四到四萬二左右單價，一平方米，係大裝修嘅。咁六座咧，因為獨特嘅海景同埋户型嘅優勢咧，所以就升咗一倍價錢，基本上去到五萬一起步。哇，裝修嘅價錢係啦，樓王單位，我哋要睇下知值唔值呢個價啦，非常之靚嘅。好啊，好啊。咁我而家咧就喺地下嘅停車場咧就行上去搭嗰個電梯，跟住就上去上面睇嘅，因為上面大堂施工緊啦。咁啱啱我哋亦都見到咗四棟五棟樓下一個九米嘅挑高嘅大堂啦。咁佢話咧每棟嘅話佢都係雙大堂設計啦。而家咧我就地下停車場裡面嘅一個大堂啦，其實你見到都幾大氣下嘅，係咪？就同我哋平時響嗰啲普通小區咧一樓嘅大堂行入去，其實感覺差唔多。但其實而家就係響地下停車場嘅大堂，所以唔錯，都感覺幾良好咯。我哋搭電梯上十二樓去睇佢嗰個140幾嘅示範單位。咁我哋而家咧就嚟到咗十二樓啦，咁大家可以見到啦，呢個咧就電梯位嚟嘅，兩梯四房嘅一個設計户型格局啦。咁一出到嚟之後咧，大家可唔可以見到好有趣嘅就係咧我哋呢個成個大堂嘅話咧，即係電梯間呢個位置，佢全部都係貼曬呢啲瓷磚噶喎，大理石嘅瓷磚都非常之豪華奢華啦。咁而且嘅話咧，有一個好與別不同嘅地方就係咧，佢呢度嘅嗰個天花咧，佢係傾斜嘅，我唔知佢咩寓意啦，但係咧就真係好與別不同咯，其他項目就未有見過咁樣啦，而且佢嘅走道軌都係好寬闊嘅。咁我哋四房嘅設計咧，後面兩户咧就係細户型嘅，咁呢兩邊咧就係大户型嘅。而家咧我哋就入去睇下143嘅呢個户型啦。嗱，呢個就係143嘅一個户型設計格局啦。咁咧到時我哋都會喺屏幕上面打上佢嘅一個設計圖嘅。因為而家我哋呢一個户型嘅話咧，佢係做咗一個咧就設計嘅創意板房啫。咁最終交標咧就係同而家影嘅呢個咧係有少少出入嘅。咁出入喺邊咧？我入去就同大家講下。咁入到嚟咧，你會見到啦，因為佢大精裝出售啦。呢度就一個子母門嚟嘅，哇，非常之奢華大氣嘅子母門設計啦。呢邊就係我哋嘅一個鞋櫃嘅空間啦，係一入到嚟咧，呢個位置都其實都幾大下嘅。咁我哋進門嘅鞋櫃後邊咧，呢邊啦，左手邊咧，佢係一間套房嚟噶，套房嘅設計格局。咁呢間應該咧就係長者房嘅設計嚟嘅，哇！一入到嚟，你即時咧，你目光就會被呢個濠江嘅嗰種光景咧吸引住嘅。
啊，喺度望住個景觀非常之舒服啊！見到江面仲有嗰啲候鳥喺度飛啦，然之後可以望到我哋澳門十六鋪嘅一個景觀啦，啊！感覺是很舒適的，這個景觀採光性也非常好，很通透。它這麼長的一個飄窗，它是屬於全贈送的，這個位置是屬於全贈送。我們這間房的話，它擺了一個1米8的床，並且兩邊是放了床頭櫃，三邊落床都還有空間的。我們坐著在這裡看電視的時候，這邊正對就是一個電視牆來的，非常舒適，那個觀感是很好的。然後呢，我們這個單位的話，它是中央空調是交流標準來的，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是中央空調。那這個位置的話，這裡放了櫃的這個位置，到時你們可以做一個衣櫃的空間，是的，到頂的一排大衣櫃整在那裡。那我們再出來看看其他的一個設計先。這個户型是一個南北對流的設計户型，大家看到我現在就在中間的廳位，左邊就是客廳，看到哇，跟我們的長者房一樣的澳門的景觀。那我們右手邊的話就是飯廳和廚房的設計了。那區別在哪裡呢？跟大家講講，一入到這個位置，大家到時可以好像它這樣放到圓桌的一個飯廳位，很氣派了。那這裡現在現時我們看到它是一個開放式的一個廚房設計，這裡放做埋那個吧台啊，咁樣實質上到時交樓的話，它不是這樣的，它是一個封閉式的廚房來的，現在這個開放式的只是一個創意示範，到時大家也可以好像它這樣參考它這個設計造型，但收樓它就是封閉式。那它現在這樣設計，這裡做了個吧台，下邊就放了消毒碗櫃和那個櫥櫃的位置，這邊是洗手盤的空間，然後呢，這一面呢就是我們平時呢煮飯啦，抽油煙機啊同埋爐灶的一個位置啦。咁到時呢，嗰啲爐灶都係用西門子嚟交標過啊，嗰啲櫃位空間感其實係好闊噶。啊，咁佢冰箱放邊個位呢？我揾下先，等下。咁呢度咧就係一個咧我哋嘅生活陽台啦，生活陽台可以放洗衣機、晾衫、放雜物。哇！生活陽台望出去都是可以望到個江景喎，同埋望埋前山河白石橋的一個景觀喎。夜景好靚嘅，前山河嘅夜景。好，我哋入翻嚟睇下呢一面嘅話咧，飯廳呢個位置啦，佢就仲可以咧做一排咧酒櫃，或者咧裏邊可以放到冰箱嘅一個空間咯。呢邊做冰箱位，咁呢邊其實仲係可以做一排嘅櫃位啦。或者是作酒櫃啊咁樣啦，呢個就係成個飯廳廚房嘅空間啦。咁我哋呢個咧客廳嘅話咧，佢一個開間咧有成4米幾嘅一個開間啦。同我而家坐喺 sofa 呢個位置咧，望住電視牆嗰個舒適度咧係非常之高嘅。咁再望翻可以喺屋企裏邊打 golf 嘅陽台，你見過未？一個半環形嘅一個陽台，落地玻璃窗嘅設計，採光面非常之充足啊！景觀亦都好好，觀賞性好強。下邊嘅話咧，聽佢哋講到時呢度咧係會作為一條咧情侶路啊，同我哋珠海咧吉大情侶路係一樣嘅。到時整好就一條情侶路嘅景觀啦，可以響下邊啦散步啊、跑步運動啊咁樣，非常之舒適啦。你望住咁樣嘅一個光景咧，心情亦都係非常之愉悅嘅。咁我哋咧再去睇睇我哋嗰個房間嘅位置啦。東正分區呢邊就全部是房間的位啦，咁我哋由呢邊開始睇起先。嗱，呢邊係一個公共的衛生間，哇！公共衛生間咧整得非常之裝修有品味，可以咁樣形容啦。因為佢哋嘅牆面你睇下用咗一啲大理石嘅一啲瓷磚啦，係啦，然之後顏色嘅話選擇都非常之匹配嘅，係年輕人比較中意嘅黑白灰嘅一個設計啦。咁同埋咧可以見到啦，呢啲鏡櫃嘅空間啦都係非常之足嘅，排都是那個櫃的位置，到時你放男士或者女士的護膚品啊，同埋放啲零碎的雜物都是不錯的。咁佢嗰個洗手盆亦都好大啦，好大氣。下邊仲有擺放的空間，包括咧我哋馬桶的話咧，呢個位置咧都係可以放到紙巾啊或者啲濕碎嘅嘢啦。並且咧呢度仲係有個放雜物的一個空間位啦，好貼心咯，就係覺得。咁呢一邊嘅話咧，就係佢嘅淋浴嘅空間啦，係有窗嘅一個設計嚟嘅。呢邊咧係通風口咁樣，係
搭配起身咧，你會覺得呢個衞生間咧，嗰個裝修嗰方面都非常之符合年輕人嘅一個審美啦。咁我哋再嚟呢邊睇一睇啦。呢個位置嘅話咧，其實咧同我哋收樓嘅時候係唔一樣嘅，因為呢一間咧係一間贈送咗嘅一個設計户型，佢而家就做咗一個書房同主人房連埋一齊，但實質上收樓嘅時候，呢一間係單獨嘅一間封閉式嘅房間嚟嘅，同呢邊主人房係分隔開嘅，封閉式嘅。咁呢度係有門啦，並且嘅話咧，我哋呢一間書房位咧，我哋作為可以作為客房去使用，跟住佢仲同埋我哋嗰個陽台係連起身嘅咯，所以你會顯得個陽台好大。景觀亦都好好啦，佢都係一樣望到江景嘅設計。咁我哋再嚟入翻去睇下我哋嘅主人房啦。其實到時呢度係分開㗎，連即係有牆咁樣分開過。呢度咧就係我哋嘅主人房啦。主人房係一個大套間嚟嘅，大家可以見到啦。喺主人房呢個位置咧，佢贈送咗非常之寬闊嘅一個飄窗台嘅位置啦。你亦都可以喺度望到咧好廣嘅一個江景面，因為你呢個位仲可以望到咧新葡京同埋嗰個澳門客，包括可以望到橫琴嘅一部分啦。可能我呢個位望出去就睇得清晰啲，望到新葡京。咁呢度咧就擺放咗一張兩米嘅大床啦，兩邊仲可以放到床頭櫃。呢個位置咧，到時大家可以預留咧作為電視牆，或者咧時下都好興嘅整一個幕布，放個投影儀喺度播電影啦，係好舒適啦。咁同埋咧，我哋呢度咧就作為咗一個衣帽間嘅一個位置啦，兩邊放咗衣櫃啦。到時呢個位置大家都可以話放埋梳妝台咁樣咯，作為一個細型嘅衣帽間去使用嘅。咁我後邊嘅話咧就係我哋主人房嘅衞生間啦。空間都好大，同啱先公共衛生間嘅個配置係差唔多嘅。咁而家咧就目前為止就睇咗三間房啦，仲有另一間房，跟我過嚟睇睇啦。呢個咧就係兒童房嘅一個設計啦。兒童房嘅話咧，我哋再睇睇佢嘅一個景觀面啦。同樣佢都係有大飄窗，呢邊咧就望翻我哋嗰、那個前山河嘅河景啦。前山河嘅夜景係非常之好睇嘅。咁咧目前為止我哋見到嘅呢四間房咧，佢全部都係可以望江景，景觀面係非常之舒適啦。咁我哋呢、這個兒童房其實佢空間都唔細噶，可以擺放到而家目前咧。擺放到米五嘅床，而且兩邊係放咗床頭櫃，咁呢個位置就預留咗咧作為一個衣櫃嘅空間，所以其實我哋嘅房間大細咧都係 OK 嘅。唔知道大家咧睇完長隆灣咧六棟143平呢個户型之後咧感覺如何啦？咁我哋呢個項目嘅話咧，距離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口岸咧係非常之近嘅，咁而且咧景觀面都係好別緻㗎，可以望曬我哋嘅濠江同埋澳門嘅一個夜景嘅。咁如果各位觀眾朋友啦，對我哋呢個項目有任何嘅疑問咧，歡迎致電俾我哋啦。下期節目再帶大家去睇更加多嘅筍盤啦，拜拜！想置業大灣區嘅朋友，我哋免費為大家提供九大置業服務。撥打電話6632-4512聯繫我們吧，置業大灣區，首選迎頭置業。